孩子的坏习惯，常常忘了带东西，这个漏了带，那个又忘记，忘东忘西的。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 RAP 的教养的一个策略，你家的小朋友有没有忘东忘西呢？你家的孩子会不会常常都是妈妈，我的东西在哪里？妈妈，今天要穿什么？妈妈，那个东西在，我为什么又忘记带了？然后呢，你放在哪里？常常很多的孩子都这样。所以我这两周在天才领袖的育儿智囊团里面啊，就是问专家的那个区域，真的被问到快要爆炸了。所以呢，我今天就跟大家讲说，我今天一定要来开这一集，一次解答所有的这个忘东忘西的这个问题。其实我常常在讲，我们很喜欢从幼儿园时期的时候就开始训练孩子，他要自己能负责，跟自己能独立，记得自己应该要记住哪些事情，包括东西在怎么样的一个位置。所以幼儿园的小朋友，我们常常在观察，如果幼儿园里面的这个小朋友这个时期啊，你没有训练的话，很多小朋友到了小学以后，这种忘东忘西的镜头真的很严重哎。你说我讲的对不对呢 ？Hello， 有看到你们所有的妈妈晚安哦。好，来张小婷，你有没有发现你家的小朋友忘东忘西？曾文文妈妈晚安，头号粉丝哦。好，来 Molly 妈妈，你说太棒的主题了，因为大家太需要了啊，所以你不要再只是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开教养直播，我非常非常欢迎更多的爸爸妈妈加入我们的教养直播里面来看，然后来讨论，因为我每一次讨论的主题，你跟后面的学弟妹讲，是不是都是你切身之痛，然后每一天都一定会遇到的问题。不管你的孩子是几岁，我跟各位讲，孩子的整个品格力，还有孩子整个生活自理能力，孩子独立的能力，本来就应该要早一点训练啊，本来就应该要早一点培养啊。可是现在孩子常常都是这样，忘东忘西，丢三落四，然后呢，自己该负责的东西都没有办法负责。这到底是教养的问题，还是孩子的问题，还是环境的问题，还是你们可能会在猜，是记忆力不好吗？我告诉各位，我今天这一集一定要好好跟你们分享，而且我今天还要再送教材哦，已经很久没有做那种很好玩的教材跟训练卡送给大家了。所以呢，今天绝对不要错过，今天进来的爸爸妈妈们，等一下我会送你们一个很棒很棒的教材。来我这边的话，教材通通都是免费的，我希望用练习的方式，然后呢，让孩子透过练习得到自信心，得到成就感，让爸爸妈妈不要在那一直吼一直吼一直吼，那个真的是很没有效的一件事，你知道吗？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要跟大家讲一句话，如果你认同的话，请你把它抄笔记抄下来。其实孩子的责任感，孩子的责任感真的不是靠父母耳提面命就可以培养起来的，你认同吗？各位爸爸妈妈，你认同吗？如果你认同的话，给我们一些表情符号，或者是跟我们 say hello 一下，说对，老师你讲的对，孩子的责任感，孩子的责任感真的不是靠父母耳提面命他就可以培养起来的。所以呢，不要再只是提醒了，齁，已经有1200多位爸爸妈妈 ,Hello, 郑美湖妈咪头号粉丝晚安，杨燕菊妈妈晚安，你们的小朋友会不会忘东忘西啊？齁，好，有妈妈说老师说的都常常都全中。齁，好，黄玉恩是爸爸还是妈妈晚安，有看到你哦，我也很欢迎爸爸们一起加入，因为教养不是妈妈一个人的事情，你认同吗？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来了解这到底是什么问题。这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培养？到底应该要怎么样跟他沟通呢？齁，好，吴佳琪晚安，你们的小朋友会不会忘东忘西呢？好，我一开始的时候先讲一下，忘东忘西齁，就是大概就是这一个板子上面的啦，你看看有没有齁，你看看有没有，好，自己要带的东西都不记得齁，好，老师 忘东忘西嘛，自己要带的东西都不太记得，好，隔天要穿运动服不知道，自己不会记得，再来作业或者是课本放在学校常常忘了带回来的，有没有？有的话请你自己填上你的号码，你的小朋友中了几个。然后第四个是什么？铅笔盒啊，我说铅笔盒那么大个，他还是会忘记带，好，还是会忘记带回来，或者是忘记带去。好，下雨啊，这几天可能比较会下雨，好，下雨的时候雨衣忘记带回家。好，然后东西放在哪里都不知道，常常呢一开口就是问妈妈，1400位爸爸妈妈，你说有没有？一开口就是妈妈，我那个什么东西在哪里？
齁，一开口是不是这样子齁？好，胡小竹妈妈晚安，头号粉丝加一齁，要成为头号粉丝很简单，只要多来跟我们互动就好了。那头号粉丝的好处就是脸书就自动会设定让我比较快可以回复你，还有比较快能看到你的讯息，这是脸书的设定，不是我。所以你多来互动，多来互动就可以成为头号粉丝，好，每一天都稍微看一下我们的文章，每一天每个礼拜四都一定要追我们的直播，好不好？好，好，伊娃，你说各种忘记，是啊，好，忘记雨衣啦，好，然后东西放在哪不知道啦。好，第七个，餐袋明明就要带，但是总是就是会忘记。第八个，铅笔、橡皮擦、文具常常都保管不好，齁，然后要么就是不知道丢到哪里，要么就是借人家了也不知道，然后呢借了人家以后又去跟人家借，哦，这个真的是有没有小一、小二、小三、小四的爸爸妈妈在现场的，齁，这个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真的是会起夕阳？那还有回家之后都会忘记老师交代过什么。会忘记老师交代的事，所以我这边就写啦，孩子忘东忘西没在记，妈妈的脑袋不够记。孩子忘东忘西，然后呢都没有在记，妈妈的脑袋不够记。我今天要跟各位讲，我今天要讨论的这些行为上面的这些问题，不是记忆力的问题，而是孩子缺乏了一些能力。缺乏什么能力，我等一下跟各位讲。所以呢，不是记忆力哦，真的不是记忆力的问题哦，而是缺乏了某种能力。你如果不知道的话，那你一直在用什么？在用提醒的那个方式，在用我刚才讲的耳提面命的方式，你的孩子一点都不会进步。好，从幼儿园时期就这样，到小学时期的时候还是这样。好，好，所以呢，我先讲一下忘东忘西的原因，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好，好，你看 Emma， 你说你的孩子中了刚才四跟八。张纯纯，你说168，吼，168这么多项，好，来，基本上吼，这里面啊，九条里面你只要中两条的，请你赶快进来看。如果你现在看到画面的时候，看到这个老师的这个板子的时候，然后你说，哎，怎么都是我家的小孩？那你绝对不能错过，吼，你绝对不能错过，吼。詹淑慧妈妈说，这么冷的天气，忘记带外套回家，吼，啊，就是都这样，吼，好，来。Hello， 康佳龙妈妈，头号粉丝，晚安，有看到你哦，齁，好，来，所以今天要告诉各位，忘东忘西的原因，我们先稍微讨论一下下，等一下我会教你一个 RAP 的教养策略 ，RAP 三个教养策略，你只要学会了，你的孩子从此之后忘东忘西的镜头就会减缓很多很多，所以你还没有进来听的赶快，齁，还没进来听的赶快。Mandy 妈妈说：“小二加一，你们的小朋友都几岁？都几年级？或者是幼稚园的？有没有？你有没有发现，从幼稚园就默默的，就是这种状态，一直到老师刚才讲的，已经1500位爸爸妈妈了哈。好，李素怡妈妈，你说134689，你肯定要跟到最后，好不好？哈，好，来，忘东忘西的原因，大概我觉得有五个原因，哈，有五个原因。”排除记忆力，不是记忆力的问题，真的不是记忆力的问题。你说我今天讨不讨论专注力？一点点，可是也不是专注力的问题，不是记忆力，也不是专注力的问题。好，有五个原因，我快速的带过。我主要今天要来教方法，好，我主要今天要来教方法。好，来，第一个原因，不需要记得，孩子不需要记得，他不觉得是他的事情。第一种，好，不需要记得。第二个，不觉得重要，好，孩子觉得不重要啊，所以他会忘东忘西。我们有没有让孩子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过呢？我们有没有让孩子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带的话是很严重的事呢？我们有没有让孩子产生对这个东西的动机，好，还有必要性呢？好，我讲的时候，你要稍微抄一下笔记，因为只有半个小时，我必须要很快很快的把重点提示过去，好，所以。不觉得重要。第三个，收他的东西的时候，刚才不是雨衣啦、水壶啦、便当袋啦、餐盒啦，然后书包啦、铅笔盒啦，好，这些东西收东西的时候没有方法。好，来哦，这个我要稍微提醒一下哦，你一定要写下三个字，叫做断舍离。断舍离，很多的孩子啊，通通很。他的书包带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我告诉各位，
一定要把它精简化，带什么？带该带的就带，不该带的不要带。你要从小养成孩子这样的好习惯。再讲一次哦，请你从明天开始就告诉孩子一个观念，该带的东西带，不该带的东西不要带。我过去有讲过，你知道铅笔盒，我觉得我认为铅笔合理的是几支，你知道吗？我一直告诉各位是三支。好，铅笔盒里面的铅笔合理的是三支，好，真的是三支。那如果你要带到五支，我觉得三到五我觉得是 OK 的。可是我却看到很多很多的小朋友铅笔盒里面满满的都是铅笔，而且各式各样的笔。好，那排除说会让他们分心以外，我常常观察到的是他该带的都不带，他该削的都不削，然后呢带了一堆不该带的东西，把该要用的东西呢也埋在那里面，你知道吗？如果你认同这一点的话，请你给我一些表情符号，还有开始来这边稍微留一下。断舍离，收拾东西没方法，还不到教方法的时候，你一定要先告诉孩子该带的东西带，不该带的东西不要带。如果你孩子还是低年级，甚至是大班生等等的，你就要帮他分析什么东西不要带，而且该带多少个。好，收拾东西没方法。好，再来第四个，没有用心在记。好，真的很多的孩子是没有用心在记，在当下的时候，好，在做他的事情，被交代的时候马马虎虎，然后呢很散漫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没有用心在记，他怎么可能会记住啊？好，没有用心在记，他怎么可能会记住呢？常常很多的孩子是，就是好像都不关他的事情一样，然后在听的时候都是我们之前讲的啊，没在听啊，或者是好像听不到啊。好，那结果我们讲了100次还是一样，所以今天开始真的要用我等一下要讲的 RAP 的训练方法，绝对不要再用耳提面命一直提醒。你以为勤能补拙吗？过去老师有讲过一句话，有些孩子勤能补拙，越补越拙。你写下来，勤能补拙，越补越拙。如果我们用错了方法，我们分析错了孩子的原因的时候，勤能补拙，越补越拙。好，你想一下，等一下有空的时候，直播结束的时候，你去想一下我讲的每一句话，为什么会勤能补拙，越补越拙呢？过去的人说勤能补拙，你就是要多提醒，都需要就是要多做那些题目啊。我说不对，孩子从一开始的时候的状况就不对了。那我们提醒到最后，我们吼到最后，我们一直叫他这样子做到最后的时候，好，你就会发现很多的孩子会越来越钝感，越来越不知道怎么做，越来越被动。好，所以这个要听进去哦。好，再来第五个，有些孩子忘东忘西的原因是时间跟空间的定向感很差。什么意思呢？就是 举个例子来讲，很多的孩子连明天星期几都不知道，有吗？好，好，郑竹林莹妈妈，你说这个很好笑，是不是？好，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多很多孩子连明天星期几都不知道？好，连明天上午要上什么课跟下午要上什么课都不知道，有吗？1700位爸爸妈妈，好，有人开始在帮我写笔记了，勤能补拙，越补越拙呢。这跟我们过去的教育理念很不一样哎。好，那我就要告诉各位说，时间跟空间的定向感很差，他连明天要干嘛、上半堂、下半堂要做什么，他都不知道。所以，请问明天是礼拜几都不知道的孩子，他会知道明天要穿体育服还是要穿一般的便服吗？不知道。好，这叫做时间上面的定向感很差。啊，什么叫空间的定向感很差？他常常找不到东西耶。很多的孩子常常找不到东西耶。如果他常常找不到东西，不知道东西放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这个叫做他的空间定向感很差。那当一个孩子的空间定向感很差的时候，他怎么可能会记住？他怎么可能会记住？他连在放的时候，他都没有记得他的卫生纸是放在哪一格了。那怎么可能会记住呢？最后只有讨骂。最后就只有讨骂，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很可惜了。我们不要再这样教，齁，不要再这样教。好，那应该要怎么教？在这一章，还有我等一下要送大家的一个训练卡，还没有进来的，我跟你讲，现在进来也还来得及，齁。但是我训练卡送完了以后，我就没有办法再送了。为什么？因为都跟程式上面在
在 发送给大家是有关系的。有时候你们都说，为什么老师你送东西的时候都只有两天，然后活动的时候都只有办三天？没有办法，因为那个系统程式上面有些真的跑不动，然后有时候真的会被挡。这个你们有空的话，我再跟你们聊哈。不过真的就是要进来现场看，我希望大家进来摇滚区听的原因，是因为你可以记忆犹新，然后你可以马上了解，原来我过去的教法好像可以再修正一点点呢。所以教养没有绝对好的方法，只有相对好的方法。RAP 就是你过去不知道的方法。我们现在开始练，孩子忘东忘西，要用这个 RAP 的教养策略。你知道吗？你知道吗？第一个哦，好。啊是什么？当一个孩子忘东忘西成性的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坏习惯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跟爸妈讲说，来，当你交代一件事的时候，你要常常帮孩子进行这种训练，请孩子把交代的事再说一遍。导播他们有看到字幕吗？好，可以看得到，我怕他们太小。好，请孩子把交代的事再说一遍。好，譬如说你跟孩子讲说，今天一定要把雨衣带回来，然后呢你在把雨衣带回来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先折好，折好以后再放到书包里面的那个雨衣的格子。讲完了以后不要停，讲完了以后马上问孩子讲说，请问刚刚妈妈跟你讲什么呢？你可不可以再讲给我听一次呢？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很多的孩子的指令接收上面是有问题的，他可能当下的时候是放空的，他可能当下的时候是在注意其他的事情。如果你没有教他附送的话，请他再把交代的事再说一遍的时候呢，他常常就是这种感官开一半没有在听的状态之下去跟你去过他的日常生活。你会发现这种小孩越来越多哦，齁，你会发现这种小孩越来越多哦，齁。好，优若如妈妈 ，Hello， 你赶上了，好，还没赶上的赶快过来，我等一下要送那个，我等一下要送好习惯训练卡，不忘东忘西，齁，透过一个游戏就可以让孩子不忘东忘西，所以还没有追上的赶快追上，我现在在教 RAP， 齁，好，忘东忘西那个 RAP 的教养策略，第一个附送任务，齁，第一个啊。附送任务 repeat 就是重复嘛，重复我讲的话，好啊，马上立刻，好立刻。然后如果是事情的话，请你在这件事情交代了以后，隔天赶快再演练一次，好，因为人是有遗忘曲线的。什么叫人有遗忘曲线？第一天刚开始学的时候，如果你是第一天，隔天就马上是预，隔天就马上是复习的话，其实你可以记忆犹新，好。测在40天到60天之后，研究发现，你其实记得比较多哦。可是如果你是到了第三天、第五天、第七天，然后才开始再去附送一次，或者是再去练习一次的时候，你已经遗忘了一大半了。所以，当一个孩子学一个新的事情的时候，包括学一个新的英文单字，或者是你交代他一件事情的时候，隔天马上再来问他一下下。然后呢，勾起他的记忆跟勾起他的回忆的时候呢，其实可以减少他忘东忘西的情形哦。哇，第一段就已经讲了很多很多的重点了哦。有没有人想要好习惯训练卡的呢？好，好，等一下你听完我就要送给你了。好，好，还没有进来的赶快。好，好习惯训练卡过去都没有送给大家，我今天为了要做那个。不忘东忘西的好习惯的训练卡，我们今天连续工作16个小时，我没有骗你，16个小时。到现在等一下开完直播，然后再 回答大家一些线上的问题的时候，今天工作已经17个小时。然后呢，团队里面啊，有人要 为了要做那个不忘东忘西的好习惯训练卡，然后呢，每边住在中立，然后都快八九点了，以后都快没有火车了，好，都快没有火车。所以你今天一定要来拿这一个不忘东忘西的好习惯训练卡。不管你有没有空来拿，就算你今天晚上比较冷啊，赶快哄小孩睡啊，或者是今天很多家事没有做的话，那你后面一定要来看重播。看重播的时候，如果能拿到的话，尽量拿到它，好不好？好，好，所以这第一个啊，附送任务。第二个，开放式的提问。好，开放式的提问。好，什么叫开放式的提问呢？好，我们常常都提醒，一直提醒孩子
单一的一个指令去提醒孩子，你有没有听到我在讲什么？你记不记得怎样怎样怎样这些东西的？我告诉各位，这都是无效教养。那有效的教养是你要问孩子讲，你要问孩子，你要用问的开放式的问他说：“好，来，弟弟啊，你跟我讲一下，好、哦、好，这件事情发生的顺序是什么？好，怎么发生的？问他整个故事。好，那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好、哦，好，那我过去跟你讲过了。”那铅笔盒一盒里面最多可以带几个？橡皮擦最多可以带几个？你要用问的，你不要直接告诉他说：“我告诉你，你就是只能带三个铅笔而已。好”好，我告诉你，那个东西就是放在书包的哪一个位置。好，好，联络簿你就是要给我带回来。如果再不带回来的话，你给我试试看。过去我们都这样教，接下来千万不可以。好，千万不可以。你有加入王者育儿宝典的所有的爸爸妈妈，你都会知道我一直在帮大家找方法。好，我一直在帮大家找方法，所以我们要用方法，这样好不好？吼，好，来，怡安，你宣安，你说要训练卡，好，待会哦，最后一个哦，吼，好，最后一个 P， 吼，我等一下告诉你哦，吼，好，来，邱真维妈妈，你家的小朋友会不会忘东忘西啊？吼，好，如果有忘东忘西的，这样是家爸爸还是妈妈？好，谢谢你，你说感谢老师跟团队的用心，我们今天连续工作了17个小时，16到17啦，现在已经快17啦，等一下还要继续回复啊。那我如果到12点都还在陪大家的话，那是多少？18还19个小时，剩下6个小时到明天早上6点的时候又要开始拼了啦。好、哦、好，所以被打法局罚。好，但是我有给加班啦，尽量我们尽量不加班，但是为了所有的爸爸妈妈好不好？我加班就好，好、哦、我加班就好，好不好？好，但是你们一定要尽量来听。你们一定要尽量来听，因为到现在为止直播200-300集了，你知道我真的非常少重复议题的，而且每一年都在更新我们的内容。好 ，OK， 好 ，R 是 repeat 复诵任务 ，A 是 ask 开放式的提问，问他顺序、时间、数量、位置，不要直接，好，请你不要直接用命令的语气或用指挥的语气。这对孩子来讲，其实是一个没有太有效的教养。好，1800位爸爸妈妈，好 ，OK， 再来 P practice 来了，重点来了，有谁留到最后面？好，好，来陈瑜华妈妈，你有没有需要好习惯训练卡？就是这个，好，要练习一个好习惯，就是要练习。教养的真相告诉各位，必须要练习21天。我们设计了大量的教材来告诉各位应该要怎么样训练，不忘东忘西，好习惯护照的练习卡，好练习卡，我告诉大家怎么玩。好，你们来看哦，你留到最后绝对是好、哦、非常非常值得的，有没有看到？好，做的有没有精美？好、哦，规工拢咧无用这啦，好，做的有没有精美？我保证市面上面是没有的，我今天呢就要送给大家。尤其是来现场的，我觉得今天来现场应该都一定可以拿得到，因为要看明天系统什么时候关掉，因为有的时候都太多人来索取的时候，就一下就宕机了，那就拜拜了，就没有了。那我真的没有什么管道可以送大家，你应该知道说我的管道就是你加入天才领袖的 LINE， 天才领袖的 LINE。好，等一下呢，晚一点的时候，大概10点45分的时候，我不会让你们太晚睡觉，好，10点45分左右的时候呢。在我的 LINE 的社团天才领袖，好、哦，天才领袖在这边哦，好、哦，在这边，好、哦，天才领袖哦，好、哦，加入我们的 LINE 的社团，你去搜寻天才领袖这一份不忘东忘西的好习惯训练卡，从来没有曝光过，从来没有曝光过，你是市面上也买不到，我也没有要用卖的，好，我们就把这一份好习惯的这个训练卡呢。放在我们的 LINE 的社团里面，让你去下载，把它印出来。好，怎么用？好，来，我把它设计成一个世界的那个环游世界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游戏。好，孩子从这边开始出发，每一天，好，每一天都有不忘东忘西的事情，或者是有可能忘东忘西的事情。好，这边环游世界哦，所以我这边有很多很多国家，台湾啊、日本啊、印度啊、中国啊、俄罗斯啊、泰国啊、土耳其啊、越南、马来西亚、韩国、美国，叭叭一大堆。好，你看不到没有关系，你等一下来下载的时候，来现场的应该都可以拿得到。好，
只要、哦、有没有人想要好习惯的训练卡、哦、有没有人想要不忘东忘西的，这一次的主题就不忘东忘西。好，我们的玩法是这样，每一天都帮孩子集一个点，如果呢孩子当天没有忘东忘西的话，该做的事啊，或者是会主动去做或记得的话，父母就可以给一个绿灯、哦、绿灯的贴纸、哦、然后贴上去，然后我们这上面都会有一个鼓励的话，打勾勾，一起加油吧，然后粘上去。然后第二天呢，如果说诶他稍加提醒一下下原本我们在训练那一个不要忘记的那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稍加提醒一下下的话，我们就给一个黄灯、哦、所以这是红绿灯的一个概念。好，诶，在日本的这一个第二天就一个黄灯，诶，第三天又很好、哦、好，来给一个绿灯。可是孩子没有那么的那个嘛、哦、没有那么的一定都会照着我们设想那么的理想、有可能有时候做不到。好，那我们就会有红灯，我们就设计红灯。好，那整个走完了以后，好，一个月过去了，我们就会开始在这个计分表上面看看他总共有多少绿灯跟黄灯，只要绿灯跟黄灯加起来有21个，其实我们在中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设计一个给孩子一点点的鼓励、哦、在十几的时候。好，这边老今天设计的六日不会忘记啦，对，嘿，六日都不会忘记，道夫讲的非常非常好，对啊、哦、好，我们在中间的时候我们就会设计那个，就是你可以稍微鼓励一下孩子，让他不要半途而废，或者是觉得目标好远然后就放弃了。所以这样子一直急，到月底的时候来做结算的时候，只要有超过21颗的时候，哎，那你就可以给他，你成功了，我们就会给他一个大大的奖励。好，这个叫做不忘东忘西的好习惯训练卡。我的 RAP 齁的概念就是透过练习，透过方法。好， P 就是好习惯练习，用这种方式去练习，轻松自在。而且呢，我们在我们的感统教室里面让孩子进行这样子有趣的几点的这种方式的时候，很多的好行为都可以建立。有没有人想要来？有没有人想要这个不忘东忘西，孩子不要再忘记了，不要再问妈妈了？有没有人想要这个好习惯训练卡，不忘东忘西的好习惯训练卡呢？丁宇妈妈头号粉丝，你想不想要嘞？哦，好，来到天才领袖的 LINE 的社团里面，天才领袖的 LINE 社团里面的话，你就可以 download 到。哦，好，来，今天听说是什么双十二，是不是？哦，好，来，哎，这些活动哦，实在是好，没关系。好，我觉得可以让所有的妈妈开心就好。哦，天才领袖现在在办一个展，300元。好，爸爸也开心嘛，因为很省钱嘛。爸爸不开心吧？为什么？妈妈开心一直买，爸爸一直拿包。不会啊，妈妈开心，全家就开心啊。哦、对啊，所以干嘛这样想？那老师，你等一下要直播完要去领包裹。哦，领包裹，我都把信用卡给你了，你要想怎样？好，来，300元就能买到小孩最想要的圣诞礼物，天才领袖就在天才领袖。你明天后天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到天才领袖。如果你太远了，你是外县市的家长，你是外县市的，你就可以上天才领袖的官网，你就可以看到300元就可以买到小孩最爱的圣诞礼物的那一个专区，还有500元就可以买到小孩最爱的圣诞礼物的那一个专区。好，这个就是为你们办的。好，好，所以我们不是什么1212啦，这个就是为我们知道爸爸妈妈们现在应该开始在挑圣诞礼物了，好吧？那就给大家一些优惠吧，300元就可以买得到，500元就可以买得到，你可以来现场试玩，你也可以来现场呢跟孩子互动，也有很多很多的绘本教具，很多很多的桌游，就在天才领袖，好不好？如果你要下载这一个不忘东忘西好习惯训练卡，我们做了好久好久的环游世界的这样子一个游戏的时候，帮孩子训练他可以记住的话，请到天才领袖的 LINE 的社团里面，你说今天有没有
又有东西可以拿，然后又有方法可以学啊 ！AP 呢？哦，好，今天的这一集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值得你一看再看哦，也值得你告诉所有的亲朋好友，或者是你告诉都在带小孩的阿公阿嬷，或者说是老师们，哎，原来有这样子一个东西啊，有这样的一个方法，我觉得可以帮助所有的小朋友更快的上轨道，不要变成一个忘东忘西的小学生，这样好不好？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